我不是一个二次元。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二次元，因为我不太看这种东西。我觉得我不是二次元嘛，因为我平时看动漫很少。我觉得我不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是张昭 Smoggy， 因为平时一放假，一看到他在训练室，他就从那坐着在看动漫。Mago 吧，我觉得我看他就能挺喜欢看这个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二次元，因为我看这种东西，我都是以他们那个头像来分辨的。最明显的应该是康康吧，他平常会看一些恋爱动漫。我觉得我们队伍里目前还没有吧，康康现在是只满足了一点，经常会看动漫，但他还没有到买手办和去看漫展的那种程度，他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。我是一个二次元，因为我有时候特中二，然后特别喜欢看番。我也真的是零年亚美罗九九，活罗迪奥的 The Waludo， 就是我也想拥有那个能力。